12月7日，爸爸迎来暖心大结局。节目播出后，邓伦在自己的微博里寄出了给闺女小山竹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邓伦表达了对小山竹的期望和祝福，并说，等我老了，你要牵着我的手。之前的节目中，小山竹曾经以一句，邓爸爸，现在你牵着我，等你老了，我牵着你，让邓伦感动不已。在这封给小山竹的信里，邓伦也再次深情地回应，等我老了，你要牵着我的手，我们还去旅行，言语间满满的感怀和不舍。邓伦还在信中说道，今年你5岁，我25岁，感谢我们在这个时候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。邓爸爸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更加懂得了责任与担当。的确，邓伦作为节目中唯一一个带娃零经验的实习爸爸，他在与小山竹的相处的点滴之中，逐步的成长为一个被大家齐齐赞誉的合格奶爸。